我觉得速度确实能给人一种很大的释放和快感，但是在合适的时机踩刹车也是一种技巧，你要懂得如何保持车身的平衡。成因，敏感，爱幻想和优柔寡断。我刚做模特的时候其实没有很自信，会往往因为跟自己的状态有关系，我会因为我自己的 skin 然后 body shape appearance 这些感到很焦虑。但是最近我会越来越自信，因为我知道工作和外貌应该不是生活的全部。What I'm doing? I don't know. 电影和摄影是我最大的灵感来源。我最近和男朋友一起创立了一个服装品牌，叫 Nevermind。我们在黎巴嫩做了一个公益 project， 在国内还没有发布，但是呢，我们都很想把这件事情给做好。我觉得 eternal life 很可怕。